雨停了，我听见滴下雨的声音。我要进这个列车里面吗？哎呦，内裤了，存档，打败 BOSS 的存档，还有 BOSS 是吗？这边有没有隐藏房间啊？没有隐藏房间啊，没有，我要走了。其实我对收集隐藏房间没有兴趣呢，我只对戏剧图有兴趣而已。什么？这么的空旷？难道有大只的 BOSS？哎，没有啊，就这样这么简单明了，一个阶梯，林北不想下去啊？怎样？还真的嘞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沙坦，好，走开啦！忠实粉丝啊？为什么不客气？烂东西，多余的，字很漂亮，然后又占空间，啥鬼？下面有没有路？哦，没有。脑洞大开。给你遗物照片，根本是给我占空间的照片吧？莫名其妙。当着他面直接丢哦，很可惜这个没有丢弃哦。要是我直接丢了，等一下，我刚可不可以开枪射他？妹子，等我啊！Yeah!Good。算了，我对你感到非常的失望，我要走了。嘿嘿，哎，越走越黑耶。这什么东西？喂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还推我？我可以把他射死哎！啊，他对我起不了任何作用啊，他完全不会伤害我啊。还好我可以把他射死。这推什么鬼啊？存档。医疗箱给一个，然后组合。那鱼超大的欸，有啊，这边有一只鲨鱼啊，小鲨鱼有没有看到？这什么东西？这 为什么会在飞？这什么？这个是尸体啊，然后它个尸体是在里面啊，我以为它天空飞嘞。我想说什么东西天空飞？怎样？恶魔？天空飞的人，然后慢波鱼，突然想起救救黄金之风的替鲨鱼替身。哎呦，What the hell？哎呦，我知道这在玩什么了。溜冰嘛，又回来了。然后呢？嗯哼，小美的冰，冻住不洗澡，冻住不洗澡，哇，我好像搞错是不是？哎，并没有，过了，是不是？天才啊！哎呀，这也太恶心了吧！你好，你是不是来这里找离开游戏的 bug？巨人呢、欸？是的，
这个房间里面，从左边数过来第六格地砖，站在那里对着一个墙壁开枪，然后再到左边数起来第四格的地砖，也是站在那个面前开枪，再回来找他。六跟四哦，有子弹。我想再确认一次哎。进击的巨人，现在是不是要完结了？我不知道哎。左边数过来第六格地砖，墙壁开枪。好，先左六嘛。一二三四五六。然后，一二三四，好像没反应啊！已经照你说的做了，什么事没发生？对啊，不会发生任何事啊！糊弄我啊！你耍我啊！不不不，你现在只要走去左边第八格的墙壁，左起第八格的墙壁，然后摸一下墙壁就能离开了。感觉不太可信，是真的？好吧，我去试试。感觉我要被糊弄一次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摸，真的哦，这里不是多米尼被敲的那个地方吗？多米尼这里不就是困住多米尼的地方吗？多米尼在哪里？为什么他知道啊？是因为在梦里面梦到吗？一定在附近，赶紧找！变成肉块了。多米尼被 SN 被 play 了。哦，还有这个喝水水，你在哪里啊？我来救你啦！可是他不是说这是个游戏吗？我看见了，第三个酷刑，你怎么了？我要放你下来。他的身体可以360Oh my god， 已经被扭开了啊！哇，不要啊！啊呜 ，Kyo， 快离开吧！找到能离开游戏的 bug， 或许能救我。好的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。呜呜，他直接被扭开哭哭哦！蓝屏，灯，灯，这个吗？好帅哦！怎么变这样子？超帅的！游戏蓝屏，桌面，踩地雷，我会被炸。来啊，炸我啊！靠，这个是 Windows 95吧？Windows 95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点的样子。2000，有人说是2000，其实我有点忘记了，95、98还是2000啊？不记得了。关机，我跑到游戏外面去了，好怀念哦！想到以前拨接上网打天堂。哦，还有暴风影音哦，以前都会去玩那个，我好像都会去玩那个经典纸牌，然后还会玩空档接龙，还要玩桌上弹球的样子，都忘记了。弹珠台以前不见得软体里面那个 Windows 软体里面有吧？我记得好像要某一个版本才会有那个弹珠台吧？我靠，是怎样？感觉要进入尾声了，各位。我怎么觉得要进入尾声了？成功？如果这样子进入尾声，那真的剧情挺短的。开机哦！哈哈哈哈。这么怀念啊！以前记得开一个电脑，还要开个5分钟，还要跑去洗澡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要去哪里才能离开？最终 BOSS，
啊，这就是我们那个宅男冒险的最终 BOSS 嘛，被我丢钱丢死的那一位。啊，想离开？你能打赢我吗？什么人？哎呦，直接被传过来了。呵呵，我就是这个游戏的最终 BOSS。什么？最终 BOSS？对的，作为一个游戏，有最终 BOSS 是很合理的。你能打开这里，虽然证明不了你是厉害的玩家，不过你一定是一个老玩家。新时代的人，年轻人的耐性与技术是不可能见到我的，因为现代的游戏都太简单了，只要花时间就一定能通关。但是以前的游戏却不一样，指引很少，而且难度也很高。哎，对啊。讲实在的，以前的游戏真的呢，我们以前在玩什么《暗黑破坏神》啊，然后又是说一些什么《世纪帝国》啊，或者是以前玩那种更早以前的什么《网络创世纪》啊，或是《天堂》啊，以前游戏真的很难呢，不要说线上游戏啦，光是那种单机游戏，我跟你讲，资讯不发达的情况之下，那个网络上找攻略其实基本上也很难找，然后都是自己想办法破。哦，现在游戏越做越简单，那个玩家的那个胃口越来越大了，动不动就粪 game 烂游戏不玩了，我在讲我自己啊，对不起，对吧？以前还要去买攻略书，以前根本没有什么 Google 给你去查这些有的没的，一天10000就算是厉害了，你说经验值哦。以前我记得我在玩天堂的时候有打过一本召唤啊，我记得那时候台币卖蛮多钱的吧？那打卡斯特王，你知道那时候那个农卡斯特王整天在那边窝，那边窝，看到有王出来就赶快去打，我打到一本召唤爽翻天，好不好？可我忘记有卖多少钱了。我那时候召唤卖的话好像也是有万起跳的吧？现在召唤一本嘞，路边随便捡都有吧？你去玩只狼，只狼早就破完了，只狼破完了，我已经破3周目了。好吧，我们继续。恭喜你能来到这里，不过你能打赢我再说。如果你输的话，又得重新再看多一次刚刚的剧情。这个就是老游戏，我不想死。哦哟，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我要踩这个是不是？我是不能碰到那个颜色，对不对？哇哦！Oh my god！没事，直线。所以说我死掉，我要重乱一遍。他就是故意用老游戏的方式啊，没有给你记录点，这样重走。我觉得这就很老游戏啦。死掉要重走一遍，《仙剑奇侠传》哦，《仙剑奇侠传》《仙剑奇侠传》打那个龙就是这样啊。我见到《仙剑奇侠传》打龙柱好像就是这样吧？那个龙柱好像几只龙忘记了。哎呦，差一点！是，你以为你在玩只狼吗？喂，等下会出现一个喂，喂，那种史莱姆是不是？七只嘛，我那七只龙柱，你只要中间死掉，你就是要重玩啊。然后还不给你存档哎，又来了。不敢乱动，太危险了。哎，雅典娜安安，干会动了。哦，哇，现在有点麻烦了，会动了。
那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实力。什么？哦，哇哇，他攻击我了！他妈的！我还来不及反应啊！哟，恭喜你，你赢了，你打败我了。看来制作者并没有把我设计的太强，我高估了自己。再见了，耶！哦，天啊，好险好险，结束了 ，ending， 又走向光明，我终于走出这游戏的漏洞了。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嗯哼，我现在是在哪里？我是逃出了这个游戏吗？并没有。谁啊？是谁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我只是一个安排在结局陪你说话的一个旁白。点点点。所以说我并没有离开这个游戏，对吧？对的。沿路一直说可以从 bug 里离开是骗人的吧？对的，其实全部都是安排好的，对吧？对的，嗯，对的。就算重新读档，我也无法救回我两个朋友，对吧？对的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无论我做什么，也改变不了命运，对吧？对的。因为你就是一个游戏人物，你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安排好的，你救不了你的朋友，更不可能离开这个游戏。点点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游戏里？为什么我不能活在一个美好的游戏里？为什么我这个游戏这么可怕？不公平！不公平！不公平啊！呜呜！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我到底做错什么？这么哀伤？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只不过刚好是你而已。我不要啊！呜，有没有其他办法？你能帮帮我吗？你想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帮你？我想最后见见我两位朋友，可以吗？你会失望的。怎样也好，你答应我吧。哇，见朋友，好的。哎，一路进出来了 ，Kyo。嘿，多米尼出来了。哇！那再见到你们实在太好啦！结果他们只是一个虚拟人物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怎么突然跳游戏，吓我一跳！我想说这是游戏的环节吗？突然跳到视窗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怎么了？嗯，这样的，因为游戏并没有制作他们走路的动作，无所谓了，已经无所谓了。能见到面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那游戏也快结束了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什么了。那好吧，感谢各位玩家的支持，有机会再见，拜拜。结束了、欸，没有走路动作，这就是结局。其实游戏人物他把它塑造成一种有情感的生物啊，他是以一个游戏角色的一个那个立场，一个那个角度去看待游戏制作。如果每一个游戏 NPC 都有感情的话，就会像现在这个样子。读取进度的房间左上角有三本书。是啊，有隐藏结局吗？那个不是书，那是子弹啦、啊。
有人说这个，这是子弹，这不是书。抱歉，做的很像书。好吧，是觉得 Kyo 还不错啦，很鏘的一款游戏啊。对，就鏘啊，跟宅男的人间冒险其实差不多，但是就形式上，应该是说这款游戏 Kyo 这款游戏，它的玩法特别嘛，就是它的角度也不太一样。哦，就是要我们从游戏里面人物的角度去看，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制作团队算是第一个作品吧，我随便讲的，可能是第一个作品嘛，所以说他们的成本也不高，所以说就只能做这么短的篇幅啊。来到了这个第二个系列嘛，《宅男的人间冒险》开始可能有一些充裕的资金哦，就开始做一些恶搞的东西，越做越多这样子。好啦，先到这里了，我被休困啦。好不啊，你们不用睡觉，十点了呢。明天不是要上课要上班，早点休息也好吧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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